小胡现在正在吃啊，吃干粮。好了，现在这边这个字待会要再写，因为他这边应该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干。妹妹说：“怎么小虎有吃我没得吃？”啊，我刚特地把干粮拿过来给他。好了，希望，小虎吃完了，希望妹妹会过去吃。妹妹过去吃咯，还是我要拿给你吃。哎呀，还有谢谢。给你了，没兴趣啊？啊？要不要？还有一些些咯。没收钱，才这几颗。好吧，先把这。把这拿起来，它这有胶水粘住这边，这个嘞，目前就是先这样咯，对啊，大概是这样 ，OK。那下面一个咧，就是这个爱心的，这爱心的我是想要用 home 在这边加，然后那个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就是 family， 这样 home。但这次呢，可能要先涂了，我觉得。对呀、要先涂这个。我想看开一下哈。来看一下。不是我看。他是给一根小木棍，应该是插在那洞里面。对呀、他这小木棍应该是这个洞，然后。这样子底子，这次我先涂底色，然后涂完底色之后，小虎要继续吃干粮。涂完底色，然后再把这粘在这里。好，先把这木板拿出来。我看这次的底色是要涂什么呢？我来看一下哈。就是说，如果涂比较温暖的颜色，我会，橘加绿变棕，棕加白变杏仁奶，
觉得是什么颜色会比较好呢？我想一下，那边已经是皇家绿，这边是皇家绿，然后这还是红跟粉红跟白。那么宽是棕色，这个嘛，我用天蓝色吧，天蓝色就是白是上层，蓝天白云蓝天的那种感觉。白云蓝天，然后字呢？字就是深蓝，没有，字是绿好了，字是绿，就白云蓝天加绿。绿字，但其实应该是，应该是绿地、蓝天跟白云是字那种感觉。绿地，绿地、蓝天、绿地。蓝天跟白云，绿地，蓝天跟白云，好像这样会比较好。我想一下，好，那我这样想法就是草地的绿，当然这样就跟那有点合，那有点像黄昏的感觉，绿地。黄昏的颜色，对啊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绿地，但是蓝天加白云，这样感觉好像是不错了。那有点像是，白日的白昼的感觉，对啊。那个就是。哦，黄昏，呵呵，好吧，质感反正不好，到时候颜色还是能盖，还是可以盖的了。那就先这样决定了。好，我先把可能要准备小水桶跟那个跟调颜色的。好，先这样。